反博学。三字经。昔仲尼，师象陀，古圣贤，上勤学，赵中令，读鲁论，笔记事，学且勤。从前，孔子是个十分好学的人。当时鲁国有一位神童，名叫象陀。孔子曾向他学习，像孔子这样伟大的圣贤尚不忘勤学，何况我们普通人呢？宋朝时赵中令赵普，他官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了，天天还手不释卷地阅读《论语》，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当了高官而忘记勤奋学习。孔子曾经拜郯子学礼仪，拜长虹和师陀学乐曲，拜老子学人生哲学。孔子曾说过，三个人一起同行，其中一定有一个人值得我向他学习和效法的。人的学问是永无止境的，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是不可中途终止的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一个人应该好学不倦，直到死为止。